治疗师，啊，伊这吼，你参加伊个说明会就是啥？一本是糖尿病的治疗师，啊，一本是糖尿病医学会甲心脏科医学会做伙开个这糖尿病甲心血管疾病一个治疗师。这两本你外口买袂着，但是你参加伊个说明会就有三十本，那一个半厚高一个厚，总共有三本的治疗师。啊，我下下个内容就是伊遐出来吼。哦，所以大家留意看看，看我们在去糖尿病医学会网站，啊，还是讲医师工会跟糖尿病医学会做伙合办拢会使。啊，伊干那欠迄个听众，如果若有医生、医师要参加，伊拢做得伊。伊吼，我讲迄个江宜德迄秘书长，啊，糖尿病医学会江宜德秘书长，因为最近拢全程有透透啦，吼，咧做这个说明会，而且说明会讲好的是讲，足侪人医生、医师吼。你也是啊，清楚以外，你足惊讲啊，你去钓乌白菜，但是我看较早经验，较拄着拢白白写了无清楚啦。啊，白白哪写就像我安尼，拄只写安尼 SOA， 啊，基本就是安尼处理。啊，你写清楚，袂讲乌白人甲你害。啊，你若无写清楚，拄只讲啊足济，啊，就等着你啊等，啊，你又唔敢去等，哦，啊，你安尼就等比较太困扰，会去受到。多注意。好，啊，所以我煞个是，我治疗是，我的处理上是安尼处理，我有一经验啦，吼，啊，我从这个治疗指引，治疗指引伊已经更新几啊版啦，吼，啊，会使看个清楚。所以咱手头这吼，你若要写生物啦，写正义神秘，拢爱靠这啦，又靠这个就稳了吼，哎，啊，所以无人讲规定讲医生吼，啊，你一定袂使用，一定只有医生写，袂使用，无安尼。但是你白白写清楚，我讲做者先拜托台方是白白写无清楚，就我顶只讲诶，啊，你做尿白名单，你都无爱写几啊单，你麻烦几单，吼，啊，你即个人大股散诶，无办法啊，一般若是较散诶，你用 PPT 较袂了，因为大股你从我即下就开始 PPT 或者 PPT 开始用，啊，若较散诶，你用 PPT 还是会，你太差的话，吼，还是会这样子。好，啊，所以即马即个是讲我用即个药啊，吼，伊在证据医学内面来写啊，吼。正常医学内面，如果若是为其他方面啦吼，你临床应用吼，正常医学都有写啊，临床上有建议爱做吼。个另外一点要注意，大概其他方面吼，查甫一点五大于等于一点五，普列颠吼，还是查甫大于等于一点四，这个都会用，都会用吼。啊，个另外 PGD 如果有子宫肌无好 ，PGD 也较不一样，因为咱使用内底规定有安尼吼，对肝肾功能爱爱吼。好，啊，所以这就是我规划的内底了吼。好，再来吼，那这个使用这个 PGD 哈，会使有一寡会造成心脏的负担，吼，这要注意吼。啊，挂机用啊，要过吼，用过一下，好，啊，就是用，这要注意了吼。啊，大体得病比较低剂量的多种吼，挂就是两边足侪拢爱得病啦吼。啊，不要用药物来得病，效果较干较好，比较较好，副作用较少。但是呢，口服降血糖药，我是建议啦，尽量上这三种啦。你开到第四种吼，我上开困扰。因较早电报叫因把电脑咧停哦，你若开四种，会甲你调出来。啊，最近也有一挂医师，病人医师咧甲我讲，讲伊一届写生物写七十几遍，拢是患者用四种的口服降血糖药，降血糖药，伊就叫你写。啊，为什么要用介遐济？其实他第七种差不多爱输了，有些是用胰岛素啦。好，阿当年当医生做得怎样？我叫以死不从，哈，以死不从。阿当其他的困难，那用那七种困难，哈，那是用阿那去斟酌这个变变结束啦，好，变结束。好，阿过来口服降血压，以及外经验啦，吼，外房价，以及我即马我较歹啦，吼，外房价讲吼，我即个人吼。化糖尿病，化到足强歹嘞，吼、哦！啊，因为我当初伫家己，我临床学病出来，啊，我就医院学病，临床学病有八百几个糖尿病患者，啊，我去开业，我病院要结束，我带两百五十几个患者，啊，出来以后吼，我本来拢乌合之众，民边啦，无超点，即摆我九年来，我个患者一年拢上四届课，拢营养师、护理师啊，迄个催，即摆大家拢学甲功夫拢真好啊，所以。
血糖来高的，咱来讲，才会使改善这个血糖指标。好，啊，生活的习惯改变是正常的。所以你糖尿病了，食好时间也是有食就比无好啦。好，你得要饮水，要运动，配合肠胃的。所以我的经验，有的人家讲啊，用这新的药啊，用也无效，为什么无效？或者都无要饮水，无要运动，最主要是肠胃的。我的经验，配合肠上更重要。哦，你若有肠胃炎，才会改善；啊，若无肠胃炎，乌白吃，不管哪拢无效。哦，尤其即摆最近天气咧变，你甲注意看卖咧。咱个患者吼，主要食袂落，水乌白、刺花、酸呀、奶汁黏黏一系列水果出来，因为最近乌龟也咧大出，做侪患者算算咧，对，即食上侪，血糖会怎啊失控？吼、哦，啊，因为我家己吼，我爸爸妈妈拢有糖尿病，啊，我碰到血糖开始变悬，所以我有咧注意。讲鸡肉饭会使食，但是咱鸡肉饭食盐汤佮加鸡油，像我鸡油就无加，啊叫伊配合我较少。我咧食是我配就无食，安尼我差价过。哦，即相对的，所以咱家己营养哦，所以差别就上解重要。你要差别要怎啊？你袂使食上侪，好、哦。啊，另外佫差别就怎啊？外观食吼，啊，佮加健康社会就对即个胃经的病变较有改善，好、哦。啊，当然爱用胰岛素，我爱需要用，好、哦。好、哦。有我的资料哈，这个提过了哈，大概手上那种资料哈，我再过去看，那些证据一些的，大概正常的，好，会等放最后这个地方，请下来再干两遍哈，我那个带过去的哈，啊，刚才来的，你们用下面干的一万，一来一弄细啊，对，本来会很管的，好啊，阿华如果是给引起你的是，如果给这边一万，对本来他够，管下来三公里也他够，不另外的也能像方法了这边他够。啊，广效胰岛素哈，到了，GLP-1 是白亚卡替补联哈，啊 ，Victoza 替补联一万，啊，大主维的哈，啊是 DPP 或抑制剂，这对本高卡克，啊，我经验上，一般胰岛素对本高卡克 ，DPP 或抑制剂，我最近呢用得来，我如果口碑我就卡去了，你这好够卡克，广效它也可以大幅提高，哎，啊，矿物血糖，美糖方面上课，所以第一类第一秒就是美糖方面。大家拢要去招做抗病的血，吼，然后要看你考试好，啊，所以长效也是有点 TCD 是比康巴康豆关系好够康巴，好，啊 DPP 位置好够注意的哦，好，所以我咧用吼，啊，大概用阿玛瑞亚一颗 VIP 药，那每毫升跟咖啡的情况就考虑用 DPP 的抑制剂的，吼，阿都可以引起，考虑也应该是比考试，胰岛素对本型康豆，对本型康豆康豆，啊，但是 DPP 位置对本型我有康豆。最主要我感觉甲血糖有关系，好、哦，所以这两点要改善。啊，对胰岛素的阻抗，我较大块啦，胰岛素阻抗多，这是美卡方面 TDP 这种项目改善，尤其美卡方面想改善。那对胰岛素分泌不足的这些，哦，这些蓝色的是你的心瓣跟咖喱，本来我这，好、哦，所以 DPP 的抑制剂来电话也开始来电，专门最要糖尿病，好、哦，十年以后人先挂的，要卖注意多少。所以我一个患者来，我爱心来讲，你一世人安怎过啦？你安怎拼？啊，你会好袂好吼？我是教练，你是选手。哦，你我证明到结局吼，教练教人。啊，患者会好袂好是你家己控制到袂好。哦，啊，我甲你讲，啊，但是要求愈来愈高啦，吼。你着糖尿病是要求是准时看，啊，一年要做三次检查，所以我们是做到年底。注意多少证据？加多一百五十块钱一万。哦，啊，过来接下来讲会啊，跟他发生非常严重的情况，尤其也在踩刹车，哦，特别一重点哈，这种情况正气一点。好，啊，尤其扁平来讲哈，给你个加这个字哈，即使血压正常，但是如果造成病程的扁平的情况，其实其他你会有哪几种？啊，扁平头先讲，这个 A C 呀、A 呀，你都要问。这是一个固有词，吼，一个固有词。咱往下讲，啊，你有词吼，有固就是客家语话的固，一减二固，搁放些话也搁放些你的有词吼。啊，目标就是百三八十，啊，糖化血是放些也好，一寡血脂我爱放些也好吼。除了这以外，咱戒烟足重要吼。我最近搁加一个吼，咱二代戒烟药，戒医师的口服药搁出来，这嘛是个角色。好、哦，啊，一寡微量白蛋白的是咱的蛋白质的摄取，就是在营养师搭配，咱的患者啦，尤其较无好，这才是做搭配，这个是证据一些的搭配，好、哦，好、哦，再来会议文方面，哈、哦，啊、是
等到你的过高跟 HDL 的过低啦吼，这是很有个相对应的代志是安尼。HDL 较低吼，就爱运动，爱改运动要改善。啊 ，starting 还是低线吼，就 starting。好，啊，以这个目标啊，大概100-100以内，还是降低30%。啊，这是今年更加吼，但是健保的规划内底也无这个物件。好，啊，伫医疗内底吼，我今年说捌伫台南有间徐慧宏教授一个演讲啦吼，我伫遮吼一个记忆条，就讲有诶讲啊，我今年要写啥物话，吼，咱要治疗一个糖尿病患者，考虑诶啥，大家记哦，较容易记诶一个叫 A B C D E。A 吼就是 age， 年岁啦吼。当然较少年诶，我有听到一个演讲，讲伊个55岁以来，对伊个认识效果会较好。年岁愈侪吼，当然到尾也有一款，所以咱年岁爱考虑吼一个考虑吼。啊 B 咧 ，body weight， 大块瘦诶，啊你若是大块，对伊个认识会较好。但较瘦诶 ，TGE 可能要比较好做，即个双性。所以患者，咱在写病历内底，看到病患者，我人拢爱推荐爱食物。你就知影，哇、哦！啊，最近时啊，他可能大块遐侪，是隧道较好，还是讲无咧运动？吼、哦，先了解一下吼。再、哦、去我有一个患者，3礼拜34公斤外，吼、哦，啊，结果伊就是最近发一个业务出面，发到一个物件，肯定个了解，啊是拢瘦，是血糖无好瘦个也是安那吼。啊，佫第三是complication，有合并症，啊来写，这个人有糖尿病，有合并肾病变，还是神经病变，有合并啥物有？这来写的吼，啊，搁第三呢 ，duration， 你几当啊？你带糖尿病5当10当啊？我想说是上有感觉。啊，相对心脏医师嘛该注意，你这糖尿病患者，带3当，你就开始咧用 DPP 弱抑制剂，是啥物原因？你也甲注明了清楚。啊，但是我的经验呢，提早袂好势，爱接近注意多少进程，足侪患者啉酒。我的经验足侪患者伊来啉酒的人，腰酸拢淋巴情况下。尤其拢较无甲伊，即种房价拢爱提三注意分数，吼、哦，所以爱注意一下。啊，别来 ecology， 就是我拄只讲有零九、无零九这五三，吼 ，education、economy， 吼，这五三。所以我甲你经常在写的时候，在用药的时候，你医疗上啊，都有这个注意的，吼、哦，提供我大家参考，大家拢书面资料，吼、哦，先大家看，吼、哦。好，啊，过来看先两个这个图，医生从右边开始，吼、哦，血糖开始在回复。我家己有经验嘛，我差不多五六公斤开始饭后开始灌，因为咱腰酸开始变无力啦，吼、哦，啊饭后灌第一个标的是啥？腰较挺壮。你后咱下晡时，哎，这个饭无吃，你腰较挺壮，人较膨胀，吼、哦，啊咱若放假，你感觉哎，那我无等一下啦，啊咱坐袂了，可能考虑大众线以外，咱考虑侪吼，血糖开始变高，啊再来，糖巴血糖开始灌，所以咱尿糖尿病时，糖尿病症。有钱你就算一半了尔，输少算一半尔，血糖才会真大出毛病。啊，一年爱阁衰过4%，除非吼你足认真咧运动，足认真运动，互咱个腰肌个腰肌个功能会使维持。所以即个情形内，你会看到，尽管你也开始5年多少十年，安尼为虾米？咱一开始胰岛素浓度是增加，咱只腰啊呢，尤其咱15公里，眉头方面是放较久。这个是好努力啊，是好难的要求。每加开加多了，好像呢有咧运转啦，吼、哦，但是相对的，咱的要求就怎啊无难。到达10年以后，或者要胰岛素的浓度拢降低。所以有一个 approach study， 对10公里啊，对个亚运容易造成低血糖。第二呢，咱一般来讲，如果咱袂考试，差不多传统的10公里个难度发生坏了，咱就要考虑讲加新的药啊是吧？那另外一个肝坏掉的，就是肝脏跟葡萄糖的生成作用，搞忘了就管了啊。那 DPP 多抑制剂有两个好处，三个好处啦哈。第一个，胰岛素的阻抗性会改善；第二个，葡萄糖生成剂的生成可以压抑。那贝塔细胞功能这都有帮助，所以这三项都有帮助。所以相对有点疾病的过程，你拄着按住胰岛素进行，也各有几项会使处理。所以我相对上，我上海坐胰岛素注15%，即几单 TGD 出来 ，DPP 又是出来，我鼓励要9%，今年即摆咧注胰岛素的患者降到8.9%，会较少，因为咱患者嘛，希望讲咱有新的药物会使帮你挡，哦，
所以这嘛只也讲来好势，因为糖尿病拢有一个家族史，所以一个报一个。啊，基站吼，我家己经验啦，看吼，啊，所以买代志啦吼，这慢性病的患者吼是最乖的啦，啊，剩的尿味啊吼拢急性病啦。尤其即摆吼，因为我这我尿味甲毛细炎尿石注上济啦，我捌一年吼。肺炎用下注120滴，迄个厂商惊者，讲我自然比病人较济。啊，流感疫苗我一年咱上济注4滴。啊，反正讲注甲身体拢是好势，拢无啥看病，所以其实病愈来愈少。所以即摆拢收慢性病啊，哈，咧顾慢性病，但是我家己感觉啦吼，顾慢性病较稳啦，而且我诶患者拢预约，吼，啊，所以我即下我咯，哎，患者约约咧，吼，啊，像今仔日12点要出门。我的患者啦，哎、欸，你要嘛，你怎跟保健品爱来，那较好办好，较好转账，啊，咱人力嘛较节省，吼、哦，他不要我当讲，啊，我当讲钱较少吼、哦，因为我种医院有一个好处，冬天最明显，啊，无较早关起来外面冷气寒流来，拢只要拍蚊啊，啊，天气一热吼，大家拢肿出来，啊，你也处理袂起，所以我的患者拢预约，啊，牙科也预约，啊，你当时来，啊，我首先吼，我甲宽好，啊，我拿着擦鞋底啊，宽掉，吼、哦，啊，我患者。点点关，我今仔日后摆要检查，我拢写好啊。啊，你进前爱做脚，爱做心电图，我内底底 staff 我甲处理好，我是最后一关。啊，恁在再听我，吼、哦，我个性人我都看详细，吼、哦。诶、欸，啊，所以这个整个拢布上好咧，大家听到没有？一定的贵点，咱医术吼帮恁懂啦，但是中医贵是爱注意得手，只要注意得手，进前咱就避下是的话，咱会再去处理，吼、哦。好、哦、啊，所以你爱房价吼，就我是叫房价来搞，哦啊啊。啊但过我来，听讲你伫遮医疗很紧来找我，我讲啥物人过，叫伊较紧来找我，药了无出师。这糖尿病吼，咱台语讲糖尿病很紧，要求功能愈来愈歹，咱只能家己打防。挡不掉你无代志，糖尿病肺炎爱抽水爱运动嘛，哦，你拢继续爱食，咱袂抗拒啦，吼。好，啊，再来腰椎的这个病变吼，有参加 CPT 的知影吼，第2进前，这叫做积极吼。食是运动控制好就好吼，也免饮食上也免讲足积极来处理的吼。啊，过来3A，咱即马收完到3A，啊，到3B以后，那连续3个月拢是3B，咱会通有机可以过来吼。你的摄取爱去甲控制，低蛋白饮食控制。啊，我足侪经验就是讲，我来房价，那连续拢是3B以上，还是讲大的医疗产品是1000以上，我会找有机可好来去。啊，有一个好处，咱较免担遐重啦。因为即个款的物件吼，甲血压、血压拢无好控制。啊，咱用重的血压的药啊，到时要修理的。哦，啊，所以我较是重点偏血糖，所以差不多买迄个物件，我看卖起啊，我血糖甲血油我来控制，啊，血压吃药剂都共到控制。安尼吼，血压哦，较免咱家己担遐重。哦，啊，到时有药价相关，我用修理。啊，另外一方面，咱介绍药剂科医师。该熟悉，后摆呢，你洗油漆那上面贵了，贵了。你别看我这边洗啊，再讲，咱专业好难吼，这是贵贵了。咱即摆漆可以去吼啊，相对这个这个高，再去贵啊吼。好啊，最好洗油漆吼啊，做些爱注意看这好价钱，咱开始注意一分钟，好，咱到处注意吼。好，再来咱讲的这代谢症候群吼，这里1998年的这个斯坦福大学的 Professor Wheeler 开始这个 X 症候群出来。啊，第二呢，就是胰岛素阻抗症候群。啊，一个反过来，就是叫做四面四重奏，就是 Influenza 这个这個、有名的大师啦，吼、哦。一直到1954年，这个 Tony 呢，这几年名，澳洲墨尔本的这个糖尿病有名北汉的这个教授，伊推出这个叫做新世纪症候群。一直到1998年 WHO 跟2001年 ATP 书开始代谢症候群这个名开始出来。啊，其实咱医站看足济，哦，你着看伊，咱台语吼，闽南讲放大个吼，就是像即款，哦，啊，较早咱细汉咧看台语就拢有啊，哦，所以即款个物件其实足济啦吼，啊，即个物件你也要注意吼，你代谢症候群，咱起码二代个即个成人健检内底嘛有啊，有甲你叫你爱身体讲有代谢症，有代谢症，所以咱大家要注意哦。随时该注意个嘛吼，伊修改伊2006年，咱台湾就修改，早期是100，即摆搁较严，伊血糖较歹爱100，哦，你血糖爱2位数才对哦，你若3位数超过100，这个不对啊。啊，你达到条件吼，啊，查甫吼腰围爱90，咱两方面穿几腰啦吼，
31.5以上安尼，哦，啊，这就是超过爆炸了。啊，查某吼，啊，不介意，啊不，这就是哎，这31.5，啊，查某是80公分吼，31.5吼，这腰围也很舒服。啊，个血压130/80，还是讲伊在咧吃血压药啊，这我算。啊，是讲伊在咧吃糖尿病药啊，这我算。啊，啊，再来 HE 咯，查某有讲，查某爱41，查某爱50。我前段时间吼，啊，体验较无闲，无啥运动，哎，HE咯，才30，啊，即马固定拜四下昼吼，皮克，我固定规个医生吼，惊死，我伫教五九三，礼拜四下去皮克，啊，我暗时门诊吼，我怎啊改变？本来一天30啦，啊，我怎啊改？早时4:00到8:00，下昼，早时8:00到12:00，下昼4:00到8:00，啊，变做2节，本来3节，我改2节，啊，有一个好处，啊，往下回。用下下课啊，下班就使去啦。哦，中体育课，哦，安尼咱就8:00以后，我有咧做用，以后我较少。我身体来讲，哦，咱大家哦，咱台湾人知啊，吼，趁钱有数啦，身体来讲，哦，诶，啊，所以这腰围咱家己爱注意啊，吼。好，啊，刚才我指定一个，我指定下一个礼拜，吼，我指定一个对照资料，好，啊这。